我是心雨，我又来了。昨天呢，我发了一条视频呢，大家都说呀，满洲里的夜景太美了。所以呢，今天我也打算用我的无人机给大家航拍一下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出发吧。现在到达了满洲里比较出名的一个叫套娃酒店，哎，我好想去住啊，可是太贵了。我在这儿已经欣赏了好半天了，它这个灯光实在是太漂亮了。我刚才查了一下呀，住一晚上得300多，太贵了，算了，不能住啊。我现在呢，准备给大家航拍一下哈。哎呀，外面实在是太冷了，都冻手。我用这个无人机啊，刚飞起来一点，然后直接就给我冻没有电了。哦，出来的时候呢，充的是满电，现在一下冻的，哎，现在冻的一下就剩一个格了。可能是这边的温度实在是太低了，所有的电子商品呢，可能承受不了这样的温度吧。还好呢，刚才我飞的稍微低一点，没有飞的特别高，然后直接掉到雪堆里了。如果要是飞的再高一点的话，可能就直接炸机了。我建议大家呢，在这种低温的天气里啊，不要去使这种电子设备了。昨天呢，我的电子壶啊，把那根线呢已经冻得特别硬，然后我一碰呢，嘎噔一下就折了，我的电子壶的线呢也折了。那今天我们就不能航拍了，今天就开车拍一拍吧。连开车连拍一点夜景吧。你要相信明天的天空会更为